来关心嘉义市的消息。面对即将要来临的超高龄社会，嘉义市长期照顾管理中心今仔日伫绿时光1929餐厅举办社区守门员微笑商店记者会。嘉义市长黄敏辉亲自到场鼓励家庭照顾者，也邀请有经济上家一同来加入微笑商店的行列，共同支持家庭照顾者，提供因喘息、舒压到交流的据点。超高龄社会来临，嘉义市政府为着减轻家庭照顾者的照顾压力，伫咧旧年规划提出嘉义市微笑商店地图，结合着社区网络和店家，做伙成立家庭照顾者微笑商店。经过一冬的努力，这些商店对原本的24间增加到43间，形态对美中美化、餐饮业到旅游业者拢有。嘉义市长黄敏辉伫咧17号亲自召开记者会，宣布微笑商店地图版面扩大，升级为2.0的版本。像在我身边，我们小小姐她所要照顾，已经照顾家人有12年了。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有一些长照那么久当中长照的悲歌，所以我们因应的中央卫福部有相关的计划，嘉义市更及早走在前面，我们及早因应，而且真正的落实。感谢我们各个单位大家的用心努力配合，那我们把这样的落实之后，让照顾者不但有喘息，而且让被照顾者他能够受到更好的照顾的时候，大家能够有一个身心安顿的好机会。那今天只有满满的感谢，我们更欢迎如果有兴趣的店家大家一起加入，也欢迎我们有需要大家要喘息或者我们家庭照顾者能够加入这样的行列，看看加入我们的 LINE@，然后有相关多的讯息提供给你，然后协助你也有喘息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加油，希望嘉义市成为高龄友善的城市，就是目标，就是全年共享，世代宜居，世世代代好徛起，大大细细拢佮意，一个幸福城市。微笑商店成立一周年，现场特别邀请到照顾者、小小姐来分享家己照顾失智的妈妈，已经12冬的心路历程，也感谢长照体系和微笑商店的支持，让伊减轻照顾的压力。为着鼓励照顾者走出照顾的困境，配合着微笑商店地图建置满一周年，嘉义市政府特别新增加线顶的集点活动，照顾者只需要到微笑商店消费一满3点，就当领到100元的消费券，可以当伫咧任何一间的微笑商店即地消费。另外，卖将感情资讯数位化，照顾者透过官方的扫核，及时来接收到相关电照资讯，和家庭照顾者的课程，欢迎有需求的民众会当多多利用。社区守门员，微笑爱相连。最新新闻，就丁顺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你好，我是卫生局的防疫人员。好啊，今麦登革热做不一样的时阵，高峰期啊，咱要预防登革热，配保的4个口诀：循道清刷。循道清刷。对，经常去循一下，看我们如果出去院子运动，就去看有没有多余的积水容器，好循循看，如果有的话，就把它倒水，因为有一点点水，蚊子就会在里面下蛋哦，哈，减少那个积水容器，好，无必要的汤啊，咱尽量来避掉，好，啊，再来恁刷洗，如果咱老积水的汤啊，咱来给刷洗一下，不要让那个虫卵附着在那个桶壁，遇到水就爆发来，好，啊，咱大家身体较健康的，好。谢谢。哎，大哥你很好，我是西区登革热防治人员哈。哎，阿宇，咱起来就坐咱的彩云啊。好，那就是有很多的水桶，好，啊，因为呢，就这多会管理，所以咱希望讲吼，你会当像安尼，哦，做一种较大桶的，啊，迄个细桶的都拢来收起来，哦，啊，我做完收起来，你甲你包下就用个人的房啊包起来，好，安尼一种管理，较袂有生登革热迄种的斑蚊安尼。各位乡亲，大家好。登革热是由斑蚊传播的疾病，传播的速度会很快，请大家要特别注重环境的清洁。如果有废轮胎的地方要清除，否则应该打洞避免积水。
敏慧在这里拜托各位乡亲一起动手清理家园，最好每天落实循道清刷，共同创造干净的家园。登革热的房子，大家一起来。是登革热，一定。